我要上10喽！我日你的那个我！ 有狗哥吗？有狗哥的话，我不会去。N狗哥，有谁去都可以，但是不能有狗哥。狗哥就是天煞孤星，真不能带狗哥。我盒子讨厌狗哥，我想揍他。要不他比我高2个人头，我怎么把打死？我跟你说，哼！打咩哒，打咩哒。抓一下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好赞！三超级英雄。 我在63 IG 留言，63就很正啊，只能说63超级正。感谢林国华小丑的3个订阅，记得。再接再厉，钱滚钱，拿钱吧，只能是钱钱呐。 我又要打连败啊！为什么又要连败啊？能不能不要连败啊？贝尔梅斯、飞升、钱滚钱，这个也20块，给了吧。我以为是超英德莱文的形状，我没有，就是赌狗啊，没有英雄海克斯，我是不会赌的。 即便牌很糊都没用啊！英雄海克斯太重要了，对于低费赌狗的阵容来讲的话，英雄海克斯对于低费赌狗阵容就是上限，你没有英雄海克斯走不远的，就可能只能吃个烂分，甚至连烂分都没有。 而且我装备也不太适合赌德莱文了，对不对？我就一把大剑，两个腰带，一把大剑。德莱文装备太远了，你德莱文要无尽，要饮血剑，要破甲，你就一把大剑，你要拿多久才有那些装备？选秀拿完你还要等野怪官爆，如果野怪官爆那些魔棒给你水滴，你就没了呀，真赌不了，凑30块吗？不凑了吧？这些牌都不想卖。 我如果5改装的话，我把2个改装道具放在同一个角色身上，它就是有24%的伤害提升跟24%的伤害减免，是这个理解吗？这个很猛哎，跟鬼一样，三连射。 上两个波比吧，感觉捍卫者前期比较强一点点。上两个波比吧，一般装备也算。改装神童身上每装备一件道具。哦，所以我只要开5改装，然后在一个角色身上装3件道具，它只有36%的减伤跟36%的伤害加成。 不管是什么装备都可以，这么牛逼啊！What the fuck？ 这不杀人？
肯定要水滴嘛，拉我魔棒干啥呢你？偷偷怎么算？我不知道哎。偷偷可能算一件装备吧。就虽然偷偷它是会偷两件装备，但是它本体就是一件装备的效果了，应该是算一件装备吧。我也不知道是算几件呢，研究一下吧。感觉聊天室会有董哥知道。安安大西瓜，晚上好，谢谢你的六个月订阅。看能不能三连败转二连胜，会比较舒服一点点。感觉下一波得看走位，遇到一些滑水的有机会赢。哎，我发现每个拿新陈代谢的人都有过动症，你看他。都打完了还在跑，他这现在就一直看着这个画面一直在跑，这画面就没东西可以动的，他一直在跑，这个人有问题，兄弟们，在干嘛呢？真的吗？感谢姨妈的47个订阅，你怎么又快数啦？难道你也确诊啦？阿萨伊，哦，还真是三连败转二连胜，太开心啦！快九点钟嘞。今天英雄联盟不是有 po 一个文章吗？说已经改善了目前伺服器的过载问题，大家不用在晚上九点钟坐牢了，伺服器不会再卡啦，耶！我爱阿瑟，我爱阿瑟。然后还说好友会慢慢的回来，就是之前还没转移的好友会慢慢转回来，听说是这样哦，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。今天还是排到一堆国人，那、啊、没办法，台服现在就是福利好，大家都是来拿福利的。两只鳄鱼，两只鳄鱼，哎，这装备都不知道怎么合了。哎，不过我感觉科技好像也给饭才好一点点，这边打错了，毕竟饭的伤害应该比艾希高。这么猛啊，两星轮子吗？山寨版双胞胎天赐盛典，我的建议是刷一个升级，只买高档货，货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看一下 AI 吧。哎，那我这边先不升了吧，我这边先不拉了，感觉因为我刚刚输了。而且我可以吃个钱滚钱利息，我先不拉了，下一波再拉吧，吃一波利息，13块能吃的，哇！哇，三项之力，哇！哇！哇！被满入了，记得。哎，我们来试一下那个 bug 啊，真可以。还真可以。还是给你带吧，也没什么好，也没什么好好那个的，他还是带这个装备的。我只是想要测试一下那个 bug 是不是真的能用。
就不用卸除器的，就直接可以把装备卸下来。如果合两星的话，也不算 bug 吧，机制啊，我们行内人会称之为机制。要死啦！玩你的那个呢？怎么打？每一家都那么强，我还没上班被打到头破血流了。这一家跟我一样，钱滚钱，只买高档货，哈哈。两个52、53、78兄弟，其他的全部拿战力，把我们头都打敲烂了。再输两波吧，4-1，感觉4-1好一点点。39，我下波再输剩20多滴，跟上一把一模一样，玩你的那个的。我这边还能开地下，真的假的？哇，打不动这些老甲，好硬啊！他还有飞身，最好的海克斯。能再杀一只不，老哥？还行吧。上9，上不了9了呀，肯定在8等低呀。不，我上9没钱。我上9没钱，老哥。他第三个必出英雄，哎，我这边还要被入一波痛的，我剩19滴了，应该18、19滴了。三费卡要刷啥？龟龟吧，感觉龟龟不错。哎，鳄鱼换谁呀？哎，有点过载了，我操！等一下。
哇，那这个那么强的，他直接切过来后排把我秒了，我不会死了吧？我玩你的那个。给扎克吧，这应该是我最强战力了。接下来我将，一波。一波被带走。插个旁海，非爱可以滚的，没有必要开四加护。非爱换旁海，然后上十第三星大东，这把吃了，拿个魔抗呗，只有魔抗能拿了。草人，那草人也能拿，我真的可以把装备弹出来。草人差一只两星了，真的再低一下吧。石像鬼也可以做。哎，我刚刚打这一家输了，有点冤枉。老实说，他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贝尔梅斯可以直接切到我大东，超级靠背的，我无法接受。你滚吧！我没降治愈，我感觉我需要龙兽。这样吧，非爱不要了。三家户应该是打得过他的，这一家很弱，但是还在划水。这一家他只买高档货，七等五十块，我打这一家随便打的。我把草人低到两星就可以上人口了。两只草人不行，我得龙兽得挂，因为我没火甲，龙兽那个降治愈得用的呀。我打某些阵容那个降治愈是很有用的。等一下吧，别急，我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输不了的，哈哈哈哈，应该是输不了的。这龟龟是不是得挂三十五物防呢？这样的话，我有家护，又有龟龟的物防，好像龟龟不能走，感觉龟龟要挂。这龟龟真得挂，走不了这龟龟。或者是艾克先滚呗，两家户够了，这全是天线宝宝，这一家你拿什么跟我打？打你的那个，好卡，哪里卡？我比较怕这一家，兄弟们，这一家是我们的兄弟。钱滚钱，只买高档货，两星草人，两星大东，他将会是我们生命上的宿敌。这个太猛了，这一家。龟龟换草人，哎，龟龟不能滚，我需要物防，外面全是物理阵容，不是全是，外面有物理阵容，也有那个。魔法阵容，所以我挂秘术再加龟龟是可以的，我觉得没差。铲子牛连转，吉祥转，牛连转，吉祥转它还可以滚，牛连转不用腰带吧。这样好点，来了，这将会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敌人，只买高档货。我只要越过这一泵墙，
我将会是这一把的冠军人选。感谢双可可的六个订阅。他，我只能用不堪一击来形容。啊，真，我上十了，兄弟们，上十补个旁海，十五至尊，什么风？强风，我的去，要了这强风，哎，艾克滚了，没你的位置。记住这三滴血，记住这三滴血。哇，这两家都好猛啊，怎么办？我要是能撑过这一轮，我就上十了。我就算十了，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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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林国华准备上十，报告报告，林国华准备上十，全场的人注意，欧法欧法，报告报告，听到了没？听到了扣个一，林国华准备上十咯，我要上十咯。我日你的那个，我跑得比我快是吧？等等我就来揍你妈的。抢我装备是吧？我来揍你咯。不对，哎，不对不对，等等等等，草人，你跳一下，老哥。哦哟哟哟，我即将拿下冠军。哎，我觉得草人这也真的不太需要贪强风。太贪了，他那人都没了。枪好吗？不换，第一把枪，第一把枪比较有用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马上要暴毙的，就我好像得死，但是又死不了的那种感觉，好烦。19滴、15滴、14滴、8滴，我剩3滴，我不能输，我只要输一波我就没了。哎，确实很难。等等，两星草人可以把装备挤下来，我们可以使用机制。火炮雷欧娜，哎，吹风吧，吹风吧，吹风吧。
没有降智愈伏笔，龙兽这个技能不是降智愈的吗？ 白龙好强，我可能真打不过白龙。巨大提升，巨大提升，蓝星 turtle， 哦，完蛋了，我没有搬过去催他好运解伏笔了呀！哎呦。 我可能这波要输了呀，手速不够快。哇，他又吹又啥的。哦，瞬间剩他一个人，两星风女能不能完美收官？哦。 哦，有吹到吗？他好像放中间，他投降了，哈哈。What the fuck？ 哇，那感觉观众们会说我人脉上分了，哎呀。 这个感觉不太算，我应该是第二名，我打不过他，我打不过他，我第二名，我老二了。三 D 血的伏笔，兄弟们，他们那波没打死我，<笑>玩你的那个，要玩就玩最大的三 D 血打，太难受了。